就我这儿遇到一个叫米振东的硬骨头，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台面上，他就是不承认。而且我的感觉，他一定是那种特别讲义气的那种硬骨头。老婆，什么吩咐？你说。他是有老婆孩子的，曾经手下还有一个包工队，只是这些人的流动性比较大。以前的那个地址现在没有人住了，我想让你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找到他们现在的地址。我呢去一趟实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米振东的线索。雪然，我记得你以前没这么积极啊，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动用起我这么贵的腕儿了？少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回头把资料发给你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啊。哎，老婆老婆老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你上次在唯品会看中那件大衣，我帮你买了啊，打折了3折，我给你买了好几件呢，啊，你请我一下。得了，滚吧。哎。就是让你把那个提审米振东的记录，看看还能不能想到一些新的方案。行，那我加个班。卧龙，不了，辛苦了。卧龙，兄弟，熊哥，回来了，小罗。我刚吃了点水饺。正好，我有点事儿，说跟你商量商量。跟我商量，好事坏事？你到我办公室去吧。我先忙点事儿，我马上找你，半个小时。什么事儿啊？人生大事儿。行行，好，等你啊。哎，这工作不能这么做呀！那宿舍走廊，我跟你说了，换成15瓦灯泡，你非换成30瓦的，你弄那么雪亮干什么？节能灯泡，你记住，15瓦的已经很亮了，啊？林主任，哎，罗主任，咱们不生气哈，以后按照领导说的办就行了。哎，赶紧去吧啊！好的，主任。我有个小事儿啊，请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方不方便带我看一下监控？看监控啊？可以吗？可以，罗主任说话哪能不可以？谢了谢了。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:13的。行，谢谢你，就看这些吧。罗罗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说要给我个惊喜。哦，惊喜！谢谢钱主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走廊太亮了，15瓦都不行，换10瓦的吧。这样跟他说。待遇挺好的。那好，罗总来了，我待遇必须得吃。来来来，给你看这个。啊，这是今天胡雪娥发给我的。我今天算是见着这个老太太了，哐当一下就过我面前了，然后就要假装抹脖子。你看，但我觉得他找我们是找对了，这事儿就归我们管。我要跟你要个政策，咱去走访一下胡雪娥，看看这事儿有没有其他的线索，看看沈广军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这都是胡雪娥给你发的。有沈广军照片吗？还有呢。他这是要打悲情牌。这世界上每个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，都不可能犯错。但是法律管不了这些。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他这叫病急乱投医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你看，连骗子都找，就觉得我们不管他。你先坐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坐坐。来，那我坐了。嗯。赶紧设计成免打扰啊！你一旦背着罪犯加入台上，就是没完没了的粘着你。行行行行，听你的。稍等啊。行行行。
啥重要的事？啊，这个还真是很重要，就是这个领导啊那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变化，暂时你可能离不开这里了。啥意思啊？这关于930杀人案，领导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，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是应该给大家交代，可是也轮不到我来交代。专案组那边是边国立，公诉人是何树国，怎么也轮不到我负责，是不是？沈广军他在第一监狱服刑，是吧？你又是派出到第一监狱检查室的主任，不是？刚才你不还因为胡雪娥那事，你跟我要政策吗？其实你心里清楚，不管是何树国或者谁来查，最终都需要你来配合，所以暂时你是真走不了。我的熊大检察长，你不太这么跟我开玩笑的。何主任那边，我办公室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我这婚房是交了定金的，现在就等我调回省院了。那是，这事儿啊，是我对不住你啊。不这样，等这件事解决以后，我马上就帮你办，好不好？马上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事合适吗？我过完生日我就33了，我要回去结婚呢。咱可以找那邓律师，咱们商量啊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我不干。小罗，哎，欣然，把小罗，你给我站住！还说什么呀？我都听见了。不能意气用事啊！这是组织上的决定。组织也是人组织的呀！啊，你们就这么坑我？别，你在外头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你现在是网络时代、自媒体时代，咱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，你这说话嘴上千万得有个把门的。说就不说，检察室主任罗主任。我就为这3个字，我又得在这耗几年，我最后只能嫁个二婚呢。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是坚决支持你和这邓大律师早结连理、白头偕老。另外，我也相信你不用找二婚的，但是咱们也不能歧视二婚，不是？啊，因为二婚更懂感情、更懂生活，这他也不一定是坏事，是不是？你这是看笑话呢吧？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注意力吗？这谁也不希望这样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现在这事儿，它是，如果你不留下，就没人能更好的配合上头的工作。待会儿见着大伙儿，你千万别这样。我见什么大伙儿？我，你们就这么坑我？多大领导这么整我呀？袁姐，梁宏伟，袁宏伟检察长亲自指派的人，张有成、张书记直接下的命令，都是胡雪娥捐锦旗那事儿闹的。胡雪娥闹的，我妈要知道，非跟她掐一架。你妈怎么了？她这一闹，我又结不成婚了。我是无所谓啊，那你觉得我妈能受得了吗？哎，还是要控制好情绪啊，就好好配合她解决问题。我知道都是大领导，我这个下的芝麻官，我这胳膊拧得过大腿吗？啊，可是我就是不明白，干嘛非要把我困在这儿呢？啊，你说，离了我930这么大的案子，他不赚了吗？欣然，这次啊，确实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这当师哥的对不住你。你也别这么说，都是领导的决定，跟你也没关系。那你别师哥师妹的叫了，既然是公事儿，叫罗欣然同志。来，罗欣然同志，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啊。上头啊，其实是有两套方案，一个是你留在这儿继续当主任，配合巡回检查组的工作；还一个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调回省院二部，我来兼任这个主任。哦，原来是熊大检察长为了关心我，替我选了方案一啊。不是，这真不是说我替你，真不是我选的。坐下。上头的意思是啊，
当时是你直接负责这个930案件的具体工作，所以情况你更了解一些。另外，我是主要是负责宣传这一块嘛，具体的业务啊，那你比我强多了。就算是我兼任这个主任，那也就是一个摆设，是吧？您不用为了安慰我这么自黑，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您领导下进行的。现在您说您没工作能力，谁信呢？不是，但是你比我强啊，人家领导既然指定你，就说明他们相信你的能力。哎呀，我这都什么事儿，干嘛都冲着咱俩来呢？哎，你说这个巡回检查组组长什么人呢？啊，很了不起吗？非要把我一个老姑娘扣在这儿，有意思吗？反正这检察长是滴水不漏，一切保密，那肯定是要给咱们派一钦差大臣来呗。嗯，我说欣然，你要是信我的，咱们就好好干。你放心，一切很快就恢复平静了。行，让我信你也很简单啊。你先给我解释解释，邓小仙大半夜捧着束花去会你，一会会了一个小时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是吧？不是，这事确实是赖我。我明跟你说了吧，我请邓大律师来是来救我的。张书记的公子张一伟涉嫌强奸。强奸？啊，也有可能是设的局，是诬陷张书记的。这不能吧？有人敢整张书记，他不要命了。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就证明这是个局，可是要解决这件事儿，就得张书记亲自出马，这等于给他出了一难题。嗯，哎，不过，我熊哥，我觉得你不够意思啊。哎，这么好玩的事儿咋不带上我呢？好玩？这哪是好玩的事儿？这搞不好就出人命的。行了行了，这事儿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邓耀先这个王八蛋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哎，你知道床上睡得好好的，一有人敲门，家伙噌就窜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他那个反应，要不就是以前有什么阴影，要不就是现在心里有鬼，你说对吧？还好意思跟我说，我是专门打着飞的从意大利回来看你的，好意思吗？就他这个家伙，我早都看穿了，接近我肯定是有目的的。不是先生，你真不能冤枉人邓律师，是我跟他说的，一切保密，不许跟别人说。所以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自己有章法。行行行行，你有章法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抓紧时间提审米振东，搞清楚郑瑞打人的事儿。Table， 走，左转。人质探部，走。一二一，立正，向左看去，向前看，坐下。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4次会议，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通报扫黑除恶的最新进展。第8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。今天，本市发生一起安全事故，李女士在华泰商场购物的时候，在滚梯上发生了意外。当时电梯突然失控，开始反向运行，电梯上的人们慌乱当中发生了推挤踩踏事故，李女士被推倒在电梯上，右腿被踩至骨折。吴大军，干什么呢？吴大军，坐下！干什么？妈，那是我爸！你冷静一点。吴大军，那是我妈！冷静！妈，吴大军，你给自己找事儿，激愤不易，你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吗？那是我妈！吴大军，冷静！小伙子，坐下！最后警告一遍，吴大军，坐下！站住！我说你，
王大军，我再警告你一遍，别干傻事儿，就是为你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明白了，就赶紧起来。报告，胡大军一切正常。卫队，是。最近的事儿啊，特别不好办，因为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我们监狱内部的人呢要重新梳理，有些人也要重新定性，所以工作量特别大。谁呀？我郑瑞。我们监区这炮筒的来了，咱们回头聊啊。进来吧。金局长，我有一件大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。有多大？刚才看电视新闻，胡大军妈妈的腿被人给踩断了。我认为这件事情好像跟黄四海有关系。但是您说，如果跟黄四海有关系，他是怎么联系到外面的人的呢？又是指使什么样的人踩断了胡大军妈妈的腿的呢？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跟黄四海有关系，那得查呀，这是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，应景啊。我认为咱们得先联系公安方面，让他们先看一看这个华泰商场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电梯反转，这也太巧了，胡大军妈妈刚上电梯，电梯就倒转。好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先去跟李科长去反映一下情况，毕竟他们公安那边打交道打得多，行吗？行，我先走了。走了，说我们刚才的事儿。主席，一伟这边请。你们放心，楼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走了，还有这所有的监控我也都关了，你们到这儿来的行踪没人查得到。这边请。郑主席，请进。一伟，我给三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，这位是无双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郑双雪，郑主席。张一伟，一伟兄弟，那好，郑主席你好，三位呢都是我们海平的商业精英，具体的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好吧？啊，咱们这边坐，好啊，张总。郑主席，初次见面，给您备了点薄礼啊，不成敬意。北大仓的酒，你太客气了。卢总，那这样咱们进入正题。郑主席，一伟兄弟，首先啊，我真诚的给你们道歉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行了，就别来这一套了，咱们说正事儿吧，赶紧的。好，首先真的是非常抱歉啊，那天的聚会乔毅是我叫来的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有责任的。第二呢，报案的人正巧也是我公司的一个员工，他当时本来是说想出于保护乔毅的安全，但是没想到
出了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是你的手下报的案？也不能说是我的手下，他是我下属的文化公司签约的一个网络作家，叫白小莲。他跟乔毅呢，既是这个闺蜜，也可以说是师徒关系。因为在乔毅进行文学创作之初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在模仿白小莲的文风。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罗总，你就直说。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的聚会呢，本来乔毅跟白小莲两个人是都参加的，结果当时白小莲有一些事情就没有来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在聚会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有互相在发短信聊天的。在聚会结束的时候，一伟不是跟乔毅两个人回了公寓吗？到了公寓之后，他们两个还在发微信。这个白小莲呢，就觉得一个女孩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回了公寓，她可能是觉得怕这个乔毅吃亏，就一直在询问乔毅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乔毅可能回的不是很及时，这白小莲一着急就报了警了。就这智商，这情商，还作家怎么写书啊？是这个这样，一伟兄弟，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呢，我们就想怎么把它解决掉就好了。我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。郑主席，这个是乔毅当时的检查报告以及一些材料。我这呢，还有两部手机，一部是白小莲的，一部是乔毅的。至于这里面的具体该怎么操作，邓律师可能比较专业，那就请邓律师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好，郑主席，一伟，这些材料呢我都已经看过了，证明一伟和乔毅发生了关系，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些医学鉴定材料也就只能证明这个，不能证明其他，比如说是否强行发生了关系，这些是证明不了的。但是这两部手机是完全可以作为证据的，因为乔毅和白小莲在微信里的对话的确存在问题，可能是出于女性的撒娇或者是不好意思，乔毅在微信里对白小莲说不愿与张少发生关系，还说一会儿会把张少赶出去，如果一个小时之后一伟还是没有出去的话，那么就请白小莲报警，这些微信里都有。就这个，但凡是个识字的成年人都能看明白，这就是好朋友之间闲聊天开玩笑吧。如果我是强奸的，那这姑娘心也太大了吧。一伟，抱歉啊，因为从法律上来讲，他是不会考虑女性撒娇或者是不好意思的，因为微信上实打实就是这么说的，就算是有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也不一定被法院认定为这是否定表达。但是呢，卢总今天把这两部手机都已经带过来了，张少当着我们的面把手机毁掉就可以了。因为手机被毁掉了，原始证据就被毁掉了，就算是他们把微信的文字截屏，把语音转录，这些呢它都是被编辑过的证据，法院是不会采信这样的证据的。所以郑主席，我们要感谢卢总的努力。啊，谢谢你啊，陆总。哦，郑主席，该说抱歉的是我们，不好意思啊。乔毅录口供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吗？是这样，因为我现在接受的是秘密咨询，所以没有到派出所去要笔录，一旦公开我的身份，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，所以我们小范围的私下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是最好的。是这样，一伟，乔毅这边已经跟我谈过了。这个警察刚到的时候啊，他首先感觉到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也很紧张，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。再加上他第二个反应是担心你是否生他的气，会不会报复他。而且当时警察据说在询问的时候态度也是比较强硬的，一直在反复地问他说你是不是主动的和这个人发生了关系。他当时这个一紧张，
脑子逻辑可能组织语言不是很清楚，也是边哭边说的，所以他的这个证词应该是有问题的。那么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说，不排除他在证词上有被强奸的嫌疑，我这么说对吧？啊，是这样。邓律师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觉得现在这里面还有两点比较大的风险。第一呢，就是按照卢总的说法，乔毅在做笔录的时候并没有做出完全否定强奸的表达。第二呢，就是一伟的说法，在过程中乔毅的确有问过一伟是否愿意结婚，但一伟呢给予了否定的表达，导致了对方有拒绝的表现。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乔毅在拒绝啊。我亲爹一个星期跟我说8次咱们断绝关系，以后你不是我儿子，这话能信吗？能当真吗？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特定情境呢？一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呢，法律上的认定和你这个比喻是有出入的。行，我不管那些，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没事了。卢总已经把事情解决了，感谢卢总，没事了。行，我真的不想再花什么时间跟精力在这件子虚乌有的事儿上了。在外面等我。干净有屁用啊！都他妈是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周全。你看看他那怂样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我内裤呢？郑东哥，我帮你洗吧。你胡闹什么呢？我跟某些人不一样，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洗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这东西只有我老婆能动，你不能动，非礼勿动，你明白吗？哥，这不是嫂子不在吗？我帮你洗了，我洗得干净。再干这种事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哥，走开，哥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很快就好了。哎，麦哲哥，你都是一个监舍的，你们就别闹矛盾了，让开。我服了。昨天冒犯了皇上，皇上说让我妈断一条腿，还让我亲眼看见，我看见了，你做到了，做到了。你不是有能耐吗？来呀，弄死我呀！皇上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从今往后，我们这帮兄弟全听您的，跟您一起干。不是吧，兄弟？你是说我做这一切？就是为了收你和你们这帮草包兄弟啊！你们都谁呀？你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散开，散开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啊！来来来，哎，等一下，
昨天你说我要是做到了，你要怎么着来着？皇上，皇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皇上。所有的信息都存在这张芯片上，芯片被毁掉，所有的证据就都消失了。谢谢你啊，邓律师。鲁春阳他们虽然没有说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他老大黄宇红的儿子黄四海还在东川省第一监狱。您还有什么指示？邓律师，你是熊少峰介绍给我的，我们对你可是完全的信任。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永远的烂在心里，不论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透露一丝一毫。另外，我觉得您还是需要和一伟谈一谈，因为一伟在和乔小姐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一直带着无线蓝牙耳机在听手机里的音乐。这样的话，万一乔小姐说在过程中表示拒绝的时候，那么一伟就可以说我戴着耳机听着音乐，没听见乔小姐说的话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只剩一件事情了，待会儿我们出去再去见那个卢总，如果他不提黄四海的事情，那么任何话题我们都不主动提，这个事情可能就算是我欠黄宇红一个人情吧，以后在商业合作方面想其他的办法补偿他。那如果他要是说了呢？如果他要是提了，不论以什么方式，哪怕是否定的方式，比如说他会说黄四海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，哪怕是用这种方式，我们都得做好准备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只要他提了这个名字，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，就是在和我们进行利益交换。那么郑主席，您需要给我一个尺度，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剩下的事情我和卢总谈，不用您亲自出面。我能说什么？让我打保票把黄四海给弄出来吗？我做不到，没人能做到。卢总，郑主席，手机呢已经处理好了，这件事情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，看看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。啊，我这边是没什么事情了。郑主席，主要是还是向您再次表达歉意。哪里哪里，是我们的事儿，麻烦卢总了。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替我向黄总问个好，告诉他我郑双雪是个明白人。您放心，这句话我一定带到。那我就先走了，郑主席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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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差一点忘了个重要的事情。我来的时候啊，黄总一再交代，说知道张书记呢身份特殊，所以今天的事情还是别让他知道了，也请您别过多的联想。黄四海在监狱服刑呢表现非常好，刚刚减过刑，我们一定会叮嘱他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释放。好的，谢谢黄总贴心。再见。听到了吧，他还是提了。是，那我们
你做的很好，后面的事情听我通知。好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就是好兄弟啊！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啊！皇上，你别骗我。当然，我黄四海说话一向说到做到，以后二班就是咱俩的天下。妹。 你妈那边呢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啊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院、最好的医生，啊，这不最近住着院呢吗？嗯。等过阵子，你妈出来的时候，你那小破房子将会变成一个三层楼带电梯的小洋房。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够意思，皇上，真够意思！我他妈就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 以前的事不提了。好，那这样，你帮我办个事儿。您吩咐。啊，放心吧。哎呦喂！兄弟们，都过来！来来来，过来！咱们开会。坐过来，坐过来。都坐好，坐好。坐好啊！给你们分配个任务，马国元。哎，你负责记录。啊。大家负责说。 大姐，你让我们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一切跟沈广军有关的事情，所有事情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，都要给我回忆起来，给我记清楚，听见没有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沈广军和郑警官的关系非常复杂，咱们要多掌握一些材料，多搜集一些证据。等检察室的人来了，咱们得往上汇报。哦，这是郑警的事儿。 我支持，我也支持。李振东，李振东，你干什么呢？睡觉。这都他妈开会呢，你睡什么觉啊你？这个会我不开。有得了你吗？过来，给老子坐这儿。 出卖别人当奸细的事情，我米振东不会干。皇上，你别管，我收拾他。米振东，对吧？ 真是条汉子呀！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我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 家人，没有孤寂。我是孤儿，不过我有老婆和女儿。你可以恐吓、强奸我老婆、打断我女儿的腿，这也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。
弄死你，让你合理的死在这儿。兄弟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干他！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干他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哎呀，哎，你们轻点儿！你少废话，会出人命的，就是。是爬虫走狗，不足一提。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是在给自己积分，在我这儿积够了分，你就得死。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，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，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，迷失的方向，拼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给我方向，追寻着你的光，燃烧我所有的所有渴望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给我方向，追寻着你的光，燃烧我所有